美国女排联赛第五周分组确定，薛逸芝进入瓦伦丁队。北京时间4月11日消息，第二届美国无限运动员职业排球联赛第五周比赛的分组名单确定，中国副攻薛逸芝在第五顺位被担任蓝队队长的波多黎各二传瓦伦丁·安德森选中，多米尼加主攻德拉克鲁兹，美国主攻达尼·德鲁斯，波多黎各二传瓦伦丁·安德森和美国主攻李茨曼在最后一周较量中分别担任金、橙、蓝、紫四队的队长。中国副攻薛逸芝在美国职业联赛前四周的争夺中排名持续攀升，目前以总分1676分位列个人积分榜第23位。在第五周较量中，他被担任蓝队队长的波多黎各二传瓦伦丁·安德森选中，二人将在本届联赛中首次合作。多米尼加重炮德拉克鲁兹领衔的金队迎来泰国二传努特萨拉和波多黎各主攻克鲁兹，两名美国主攻达尼·德鲁斯和麦克雷登在第五周将联手代表成队出战。首次担任队长的美国主攻李茨曼带领的子队有两名前美国女排主二传 A 简格拉斯和劳埃德加入。美国职业女排联赛第五周的三轮较量将于4月14日至16日在达拉斯进行。